快乐的家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然后我今天吃毛血旺，还有一份番茄炒蛋，还有满满的一大碗米饭。我直接把这个盖上来，盖上饭有吗？好香。好好吃，我今天这一锅比平常的都贵，今天这一锅是88块钱，它里面还有反正菜很多。大肠，我不太爱吃大肠，但是先要尝一下，它有一股淡淡的、比较原始的味道。毛豆有点少，改天我自己买一些回来自己做。豆片放里面挺好吃的。那家好看。我撑死了。拜拜大家，撑大了我，明天再吃吧。我今天还买了一个米饭，就等着下顿再吃。